看他俩吃不吃，马上啊！哎，马上哎啊啊！好，一会儿计时啊，咱先喂一会儿啊！哎，你看看，来这块儿啊，哎，这个啊，哎，这个是啊，哎，从南京来的啊，南京邮的快件啊，云妈妈，哎，从南京邮啊邮啊邮啊邮到这儿了啊！哎，给谁吃呢？给三宝吃啊！哎。云妈妈呀，啊，来给三宝邮来啊，肉夹馍啊，哎，空冲啊，飞机，大家哎唰，哎叮的啊，哎叮的呢，三宝叮的，哎，完了又降落了啊，哎休息一会儿啊，哎又飞起来了啊，哎又哎又降到这儿，哎，没邮到你家的，半路就给吃了。啊！哎呦，馋了啊！哎，从南京又邮来块月饼啊！哎，猪啊，这个是二格格的，哎，在这儿，哎，哎哎，二格格的啊！哎，你看看，一说二格格的，你看嘴啊，直往后挪，哎，二格格的啊！哎，你看，哎，你看躲了，哎，悠悠，走，哎。哎，二哥哥，这已经做好准备了啊！飞机，哎，唰飞起来了啊！哎，降落，哎，这块是啊，从南京邮到二哥哥家，哎，啊，好，二哥哥啊，都盯得死死的，啊，着急呀，啊，着急，不着急啊？来，啊，哎，啊，这块，哎，从南京邮过来的啊。南京邮到哪儿呢？啊，哎，邮到三公主家的啊，哎，云妈妈给三公主的啊，哎，路过二哥哥家，哎，二哥哥，哎，胡子抢了，你看看，人家从南京啊，这个从南京啊邮到云妈妈给二哥哥邮来啊，给二哥哥的，你看人多文明，看看，哎，给二哥哥啊。路过三公主家，三公主都躲了，知道给二格格的。这块啊，给三公主的啊，哎，三公主的，哎，你从南京邮来啊，你看三公主做好准备了，哎，三公主的，哎，这个三公主的，妈给三公主剩这点了，到家剩点底儿啊，然后不文明，一会儿一起就是跟俊俊卷起来。啊，你就在吃的上面啊，能看出一个啊，就能看出他的本性啊。你不是夸，你不真不是夸他呀啊，真的，人三宝宝从小到大真不争不抢的啊。哎，就是你看看他心里都知道啊。你看悠到你啊，我都不吃给你让过去了，到你那家给我的，你给我伸个招啊。王八犊子玩意，这会儿啊，从南京啊，哎，给三宝邮来的啊，哎，邮三宝的，咱就直接走近道吧，哎，啊，你看人都知道啊，你看给三宝的路过他家他吃啊，哎，这个是要从南京啊邮来啊，哎，给二哥哥的，哎，啊，二哥哥抢我啊，我也抢他，哎呦，都学坏了，这么样啊，聪明这个。这个从南京邮来，给二哥哥的。哎，你看看，哪有这么讲究狗啊？这么仁义的狗啊？给你让道啊！哎，给二哥哥邮。哎，我这家贼溜的眼睛，你看我呢？啊，哎，后期写啊，那个快递走差了啊，哎，转过来啊，给三公主吃吧。啊，哎，那老这吧，你看看人多文明，这块啊。哎，从南京邮啊，从南京哎邮哎邮到东北给谁的？给哎这给二哥哥的。哎，你看看人躲了哎，完了哎，从南京啊，人家啊云姐啊云妈妈给二哥哥的啊哎，转过来之后哎这个啊快递走差了啊哎好哎又回来啊给三公主吃了啊哎。哎，那贼溜的啊！你耍心眼的啊！你耍心眼，人耍心眼，你不心眼的多吗？
对不对？哎，这个啊，从南京，哎，邮啊，给三宝邮的啊，这个快递呀，有点懵，哎，走岔了，哎，给三公主的啊，三公主快递，你把公主往后压，三公主吃，啊，他就想啊，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啊，看看。给三公主的，好家伙啊！哎妈，感谢啊，感谢周儿姐啊！哎呀，我的妈呀！啊，圆 儿妈妈啊，是不是啊？来，这个啊啊，圆儿妈妈，这个是啊，从圆儿妈妈是从大连啊，哎，从大连。给二格格邮的啊，哎，走，哎，路过啊，给二格格的啊，哎，你看我看那银子多懂事啊，就这狗不可爱吗？哎，啊，圆儿妈妈从大连邮过来的啊，哎，给邮，哎，给二格格的啊，哎，没到家呢，啊，没到家门口呢，哎，看看，哎，啊，没到家门口的，哎。啊，这行差不多了啊，不用快递再走了啊，再走走过头子了，走俊俊家去了啊，你看我的银色啊，来这块啊，啊这块是从啊，哎也从南京啊，给三公主邮的啊，哎，来这给三从南京云妈妈给三公主邮的。快跑！快跑！我抢到这儿，三公主啊，三公主，三公主，哎，我操，生个根儿！哎呀，他家又是胡子，三儿啊，三宝宝啊，啊，生个根儿，好不容易啊，路过他家啊，路过这二格格胡子家，啊，都得干他一大半啊！你看他啊。啊，这，好好的啊，啊这块啊，你看给圆妈妈，这个是啊，云妈妈啊，人又邮了一块啊，人给三公主的啊，狗脸趴那，不能抢了这啊，人家三儿都不抢，你能不能文明点，仁义点，讲究点啊？哎，好，啊，哎，路过给三公主的啊，哎，三公主路过二哥哥家啊。快递搁这加油呢，啊，加油怎么过去呢？飞过去啊，怎么跳过去费劲啊？指定死了，你看盯着横着，啊，就飞机飞呗，啊，飞机飞行不行？哎，哎，这三公主的，哎，哎哎，那么呢？等着落三儿啊，哎，哎，那没这飞机连飞机都吃了。啊，你看我呢，那友好，你看个三儿家啊，这个是圆儿妈妈啊，哎，这是圆儿妈妈，哎，从大连给二哥哥邮的啊，哎，这个是从圆儿妈妈从大连给二哥哥的啊，哎，人家走陆地，你看看，你走陆地，人家怕挡道躲了，哎，你他这是杀个回马枪啊，都学坏了啊。那给二格格的学坏了呀！啊，他走啊，他啪啊，感谢，哎呀妈，感谢周儿姐啊，学坏了，你看完他，他也跟他学坏了，那个呢，那个搁那儿呢，啊，那个搁那儿呢，啊，那个呢，给他留两块啊，哎，留两块啊，感谢周儿姐，家人们给周儿姐点关注啊，哎，来吧。能不能学好点儿啊？来这块儿啊，这个是那个圆圆妈妈从大连啊，哎给二格格的啊，哎猪给二格格的啊，哎多了不能杀回马枪了啊，哎老尖了呢，那眼珠子，哎，二格格哎啊又没了。啊，又给你抢去了，生个膜，啊，咱都不带抢的，行不行？
你也文明，我也他也文明。哎妈，感谢圆儿妈妈啊啊！圆儿妈妈，你看不但搁这给邮啊，妈呀，那箱子里头人给邮老多好吃的了啊！上次疫情啊，我跟你说60天呢，哎，60天，3月呀啊！真的，圆儿妈妈呀啊，圆儿妈妈，你邮那个蛋，你看你是啊，哎，3块钱一个买的啊，疫情期间这邮我都买不着啊。啊，这鸡胸肉涨到20多了，你那个蛋都得值15块钱一个，都得翻5倍呀！啊，为啥呀？啊，疫情期间你知道吧？苹果啊，30块钱一斤，啊，要命不？啊，哎，7块钱一个不8块钱一个？你看看呢，想吃点水果，90天呢。啊，就幸亏真的你啊，哎，圆儿妈妈费老劲了啊，咱就不说那吃的啊，咱不说那个运费钱，就往楼下扛啊啊，就给圆儿妈妈累的呀啊，那都是圆儿妈妈是什么啊？是大连是羽毛球冠军，你妈是啊打羽毛球冠军的啊，扛的那个都累坏了呀，都啊。我幸亏给他们没怎么吃啊，没吃之后给他攒的，哎妈，疫情呢啊，吃那些啊，你看圆儿妈妈这些还有呢，圆儿妈妈你看看，看看你给邮的啊，你看看啊，还有呢，看看呢，看看，这还有呢啊，也不坏啊，也不坏，我就寻思能存住，先存的啊，存的，吃点新鲜的。是不是、啊、哎，吃点新鲜的到关键时刻，哎妈老有用了啊，要不还能吃水光溜滑的啊，你还能吃溜光水滑的，救命了啊，救狗命了，这么多什么圆圆大脸的，圆圆大脸的，对，跟师傅一起把俊俊放出来啊，俊俊放出来，没有10瓶啤酒让他就待着吧啊，他太闹挺了。放着，你看他这消停待的挺好啊，哎，这块给谁吃？三八我非得这块谁吃啊？喊谁吃啊？哎，这块给君君啊，哎，啊哎，好，哎，我明天沙发往这头点啊，行不行？啊！我把这个电脑桌放那头，把沙发串过来，啊！哎，把沙发串过来，哎，挨着俊俊，啊，行不行？啊！关键时刻能干啥？遇到贵人了！哎呦我的妈！那不是贵人呐，救命恩人呐！啊！我现在串行不行？我把饭桌放这边呗，行不行？饭桌放这边，沙发一串往这一推，哎，俊俊搁笼子里不叫唤吗？啊，他不能叫唤，是不是不能叫唤的？俊俊出来玩吧。好嘞，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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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好了，来吧，来，哎，哎。进去上沙发，进去上沙发，好来，啊，来来来来，狗脸狗脸的，狗脸的，来，我看嘴，看嘴，嘴，哎，没破，来你的嘴，你嘴，也没破，那嘴还对嘴了呢，这姐俩还能疯了，来进去，来进去，上沙发，进去上沙发，进去他妈都不敢去了，啊，进去都不敢下去。你看干仗，这人胆小，他就愿意吵吵啊。
哎，来静静来啊，静静，哎，静静乖啊，哎，好，金三三八，哎，好，狗脸狗脸来啊，哎，狗脸来，哎，好，哎，喊谁谁吃啊，狗脸二三二公主二哥哥，喊谁谁吃啊，哎，好，哎，静静，哎，啊，哎，来静静，哎，静静，啊，静静，静静，哎，筷子，啊。啊，给筷子给老爷，你看我呢，他们连饭碗都吃了，啊、哦，就你们咋就这么疯狂啊啊，哎，来狗俩人，行，叫我还卷钱了啊，叫我还卷钱啊，我说圆圆老了讲情，我说啊，要不今天缺一天啊，我在三河口啊，哎，一会儿三爸也到三河口啊。哎，好，这个啊，等会啊，这块啊，这块圆圆老了啊，圆圆老了，说你给怎么办？这块给俊俊的啊，哎，完了之后呢，从大连啊，三河口出发。哎，溜达，哎，给俊俊的啊，哎，好，哎，俊俊的，到三家了，三宝吧，哎，哎呀，啊，天天边儿扎，你看你都不吃大的，挨劫了，啊，来，啊，这块啊，哎，也是啊，圆圆姥姥说给俊俊放了，给俊俊的啊，哎，从沙河口啊，哎，出发。啊，中山，对，从中山出发啊，啊，中山的，哎，从沙河口中山出发啊，哎，给俊俊的啊，给俊俊，给他大儿子俊俊的，哎，哎呀，那过不去了，俊俊，白扯了啊，你站这个卧呀，啊，是死卧啊，好像没有过去的，哎，来，再来块肉啊，哎，来，这块呢是从啊。给谁呢？给俊俊啊！哎，给俊俊啊！哎，路过三家，给俊俊的啊！哎，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也分人啊，人是分人，狗是分狗。你要给二格格的三儿不吃，你要给俊俊的一个都过不去。这个是从中山出发啊。也是给俊俊的啊，哎，给俊俊的，哎，没有一个留情的，那是你亲外甥啊，这是亲外甥啊，看看他妈能给留点情面啊，要想此路过，留下白鹿山，这个啊，从中山出发给俊俊的啊，给俊俊。二哥哥他大儿子俊俊的啊，哎呀，被拦路抢劫，白扯啊，哎哎，二哥哥走了啊，二哥走了，搁这厨房看好不好使啊，来块肉啊，来滴肉，这个是啊，圆圆妈妈啊，从中山出发啊，哎，从中山出发路过，哎，给俊俊的，他又回来了啊，哎呀啊，这个是啊，云妈妈啊，从南京出发，给谁吃？给俊俊，给俊俊啊，哎，给俊，这个是给俊俊的，路过，这个是给俊俊的，路过，啊，都被拦截了啊。二爸呀，把地址微我呀发过来，又给我吃的了，啊，又那么多呢，啊，来吧，啊，这个是从中山出发，这给谁吃的？啊，来这块给俊俊啊，咱直接就横飞，喊谁谁吃啊？
这块给谁吃呢？给君君啊，狗脸狗脸呢？啊，哎，来这块谁吃呢？这块给哎君君啊，好，哎，又有好吃的了，啊，给君君吃啊，来吧。狗脸狗脸的弄啊，这块肉啊，哎呀这大肉啊，哎呀这块肉啊，哎来，喊谁谁吃啊，这个字啊，上不了场了吗？君君上不了场了吗？以后啊，啊，上不了场了吗？你作文姐，作文姐从天津出发呀，从天津出发给君君呢。哎，给君君吃吧啊，哎。这些都给俊俊的这些啊，这些肉你知道吧啊，你刚才俊他俩好像吃那一块肉啊，这给俊俊吃点肉啊，加餐了啊，这块给谁吃呢啊，这块给啊俊俊，看看让俊俊给练习的，他基本上都抢了啊，都伸手要抢了啊，嗷嗷的真能叫，他不是假叫，他是真叫啊。一点不是假叫啊，是真能叫啊，给他这么的给自己命运都叫完了啊，那明天来警察的话，那这三儿都给叫跑了，二儿都给叫跑了，哇哇的啊，你看关他关他窗户，屋里老热了，你看就他自己热的啊，他不是假叫，他是真能叫啊。哎，这块给谁吃呢？哎，这块给啊，给俊俊他妈二哥哥。哎，好，啊，来这块呢，啊，这块给啊，来这块给俊俊他三姨三公主。啊，这块肉，哎，好，交给啊。哎，你看看他三公主练吃的，哎，你看看啊，哎，你看看。啊，练吃在收拾桌子，收拾渣，啊，哎，他不带吃上面大粒的啊，你看看，这狗是相当聪明的，该吃的吃，你看看，三儿从小到大都没说过他啊，也没管过他，这都没管过，跟银精似的呢，啊，哎，这块呢，啊，这块给谁吃呢？啊，狗粮呢？啊。这块喊谁谁吃啊，这块给谁吃呢，哎君君，哎乖乖的都好吃的，是不是乖乖的老老实实不都有好吃的吗，哎呦我的妈，空运吧，要不然君君一块儿吃不着，我这不给他空运的吗啊，你要说啊。人不叫，这毛毛的，这块给二哥哥的啊，哎，二哥，哎，二哥哥的啊，你看看，他俊俊的抢，二哥他也抢，原先他二哥哥的一听二哥哥的三儿都不动啊，这个是啊，从中山又到二哥哥家给二哥哥的啊，
二哥哥的哎哎，哎呀，拿带块苹果啊，你啊，这块啊给俊俊啊，来啊，这块啊来啊，从中山给二哥哥的啊，这么邮吧啊，全直线的扯了，别扯了啊，现在好像你跑线车过不去了啊，跑线车你说的接完这个接那个，接完那个接那个，白扯啊。这个是从啊，这个直接从啊中山啊啊，哎，邮到俊俊家，哎，空运啊，哎，直通啊，这个是直通快递啊，申总哥从南京，南京直通啊，三公主家，哎，好，啊，这个是啊，哎，啊，哎呀，这个是从中山直通二哥哥家，哎，好。啊，慢慢你们都得上这点抢了，现在就差抢啊！哎，来来，狗脸狗脸的啊！你看看你看看，上来舔，就差抢了啊！就唯一一步就差抢了啊！就五年的，就三儿不能抢啊！五年的心血呀，白付啊，一下都抢了，直通吧啊！不能抢啊！哎，说给谁谁就吃啊！来，三公主，哎，好，哦，来这块啊，来二哥哥，哎，好，吃点苹果啊，来这块啊，来，哎，俊俊，哎，好，啊，来，啊，这块啊，哎，狗脸狗脸的啊，这块谁吃呢啊？这块，哎，喊谁谁吃啊？哎，俊俊，哎，啊，都有，都营养都得充足啊。永远营养充足啊啊，哎，好宝宝们啊，你们千万啊别跟俊俊学坏了，俊俊还小呢，是不是啊，他这坏习惯呢，别学的坏习惯啊，学了坏习惯之后看完呢是不是就给他就罚小笼里了啊，你俩从小大啊，给那冻干拿出来给他们吃了，冻干呀、啊。冻干，冻干，我挺好，挺新鲜啊！我天天哎，打开看看，哎妈，挺没有味儿啊，就留着给他们吃啊。等着那什么冻干，那是关键时刻啊！我寻思关键时刻拌狗粮吃的啊。你说了冻干拿出来吃之后，就明天啊，哎，就给他们拌狗粮呗，是不是这个？就这个啊，你看还有这个呢啊，可以啊，奶粉羊奶粉他们的啊，你就这个呗啊，是不是这个啊，看见这个就想起圆儿妈妈了啊，哎，这个呀来看，哎呀妈，老新鲜了啊，来啊，这三文鱼你看啊，哎，来二哥哥三文鱼啊，哎，哎我这大块三文鱼，三宝宝啊，哎，啊，老香了，啊，哎，大鸡胸肉的，啊，来俊俊，哎，啊，圆儿妈妈给拿出来，说给拿出来吃，你看看，啊，哎妈，还有小鸡，你看看，看看呢，这个你看这个，啊，塑胶封的，啊。哎呀妈，一点味儿都没有啊！啊，老好了，冻干全家桶啊！那我就明天给他拌狗粮吧啊！哎，看看呢，明天给他拌狗粮行吗？啊，冻干拿出来吃，怕放过期了，没事儿啊，没事儿啊咳咳。我这个小鸡儿呢，我就拿冷冻去。啊，放冷冻箱里，给它咔一冷冻。哎，我行，这个要是稍微要是有点味儿啥的，啊，哎呀妈，人这可新鲜了，啊，我也放那个放冷冻里头，啊，直接给它冻上，冻死死的，它一点都不带有味儿的。狗脸，狗脸呢？哎，狗脸，你既然说吃啊，哎，我明天就给它拌狗粮，早晨啊，二哥哥，二哥哥啊，来二宝宝啊，哎。
圆圆妈妈啊，给二宝宝邮的，你看身上啊，你看金黄锃亮的啊，这一点营养都不缺。冻上，对，给它就冻上行，是不是、啊？冰箱底下啊，不拿箱子啊，我冻一半吧，给他们吃一半，行不行？我装塑料袋里头啊，装塑料袋里，完了之后放那个冷冻箱子里头，嘎一冷冻。你上次给我那什么蛋啊，那元气蛋呢？哎，我拿出来给他们吃点啊，完了之后剩下这个袋里头，嘎全冷放那个冷冻箱子里头啊，冷冻箱里头冷冻完之后你吃之后，哎，吃点拿点，吃点拿点，可新鲜了啊！来，狗脸呢？啊，哎，现在冷冻箱里头好像没有什么了啊。冷冻箱里头，冰箱里头，冷冻箱里没啥，这样放这些够了。我看那里面的肉类的啥的，我看看啊，有带肉类的没有？那都是那什么了，小饼干啥的了。带肉类的，只要是带肉类的啊，哎，回来我就我看见了，我就给它放冷冻箱里头啊，哎，吃多少拿出多少来啊。是不是？哎，给谁谁吃啊？不给谁不能抢。哎，三公主，哎，俊俊老要抢，是不是？你看他哪次他都要吃，二哥哥，他的毛病可大了。给你看看人家二哥哥都没有那种抢的欲望啊。你看俊俊呢，他老伸头。三公主，哎，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毛病改了，你就跟那个什么啊，二哥哥，你就成二哥哥就成这王者了，是不是？下午悠点过去啊，啊，少悠点啊，别整得太沉了，这给圆妈累着，是不是？上次都累着了啊？为啥我知道你上次累着了？因为我上次取快递的时候往楼上扛啊，哎呀妈，都挺沉啊，都挺沉的，你算算吧。啊，你说你啊，一个女的，完了之后你整了一大箱子，哎呦我的妈呀，啊，就往那个快递站去绑的，那不更累坏了呀？啊，来啊，就但是哎呀妈呀，上次真关键时刻啊，长春疫情90天的啊，90天这样，哎，完了他们吃的都吃的，是不是啊？都吃的，你看看正亮的。是不是啊？哎，这油光锃亮的，你看看，啊，这个一会儿我给冻上它，冻上一半吃一半，明早晨啊，天天早上起来拌口粮吃啊。完了之后这些呢，哎，这些咱就不用留了，啊，来，二哥哥吃狗粮还费劲的，挑吃挑喝呢，现在从小到大还挑吃挑喝，咱也不知道上辈子好像他妈的。富家千金托生的他是，啊，不好吃的啊，哎，不吃，不像俊俊呐，三儿呀这么朴实，哎，你看看，啊，哎，吃点，他吃点他就走了，下楼了，上厕所去了，啊，哎，然后呢，哎，啊，哎，吃点，下楼上厕所，哎，哎，啊，来。来，自己开门自己走啊！来，三公主啊，狗脸呢？啊，狗脸趴着啊！哎，哎，二哥一走，他俩心就乱了啊！心来，狗脸啊！哎，哎，那狗脸呢？哎，啊，不听话了，是不是？三宝宝不听话了呀？哎，听话呢！一说三宝宝不听话，赶紧趴那啊！狗脸趴着啊！来。哎，啊，这块我看看啊，这块你俩啊，这俩给谁吃呢啊？哎，二哥哥走了是不是？这块你俩谁先卡吧眼啊？谁眼睛先卡吧，谁就不吃啊？哎，谁眼睛先动了，谁就吃不着啊？来，3、2、1，这块给谁吃的？这块该。哎，眼睛啊，哎，眼睛啊，哎，一个眼动，三儿真会呀，一个眼动啊，俊俊一个眼动，
谁动了？哎，来，哎，俊俊动了啊，俩眼睛嘎一卡吧啊，哎，俊啊，就不给啊，他们都能听懂啊，啊，比眼睛的啊，来啊，先定节目是不是？来这块儿，这块儿给谁吃啊？来，谁眼睛动了啊？谁就不吃啊？谁就吃不着？哎，来，三二一，这块儿给谁的？给谁？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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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俊啊，三儿眼睛动了啊！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公平公正啊！哎，谁眼睛痛啊，谁就吃不着啊！来看看谁眼睛睁的时间长，三二一啊！这块给谁吃？给谁？哎，三姨跟他大侄儿俩比拼啊，比拼眼神儿啊！哎哎，来三姨啊！哎，俊俊卡住了，是不是？啊，一个眼睛单动不算啊，俩眼睛，因为什么？因为三儿呀，老总愿意一个眼睛动，啊，俩眼睛一起卡吧，啊，哎，瞪眼儿，这叫啊，谁瞪眼儿瞪的大，时间长谁吃啊？来，这块给谁呢？三二一，牙。哎哎，静静啊，你看问他，他们都能听懂，他们在比眼啊，哎，看谁眼睛啊，真不卡我呀，啊，比我来啊，直播间的啊，直播间来，你们一起啊，跟他这俩动，看你们有没有，你看看有没有他们时间长，啊，看看你能不能占第一，他俩都动了，你还没动呢啊。就是谁先动不给谁，后动的啊，得啊，完了，来，我数一二三，你们跟他一起争啊，来，一二三，这块给谁？哎啊，哎，其实三一个眼睛动啊，他俩还没动，好像就是不就一起啊，你们都干不过狗啊，刚才我也一起了，我没干过他俩啊，啊，我是没干过他俩啊，来，你们在一起啊，你们是不是跟狗干不过啊，干不过狗，欢迎六六六啊，来三二一啊，来三二一，谁？谁眼睛先动就不给谁。哎，三公主啊，哎，啊，来啊，来，三二一，谁？哎，三动了，俊俊没动。三又动了，俊俊还没动。啊，俊俊挺厉害呀！哎，俊俊动了，哎，我俊俊厉害呀！啊，你们都争不过俊俊啊，那小眼儿，啊，啊，来，啊，谁眼睛动啊，谁眼睛卡嘛就不给谁吃，听不听明白我说话？听明白的话，我感觉他们听明白了，因为什么？因为要不他们不能争这么长时间，把眼珠争争亮，是不是啊？来，三二一，谁？俊俊动了啊，俊俊动了，哎，三儿也动了，哎，三儿后动的啊，哎，这次俊俊也下不好嘞，好嘞，妍儿妈妈啊，你看完呢啊，完了之后呢，感谢，哎呀，谢谢云妈妈啊，感谢，哎妈呀，老四呀，感谢啊，感谢，感谢一感谢啊，感谢大家，好，这点玩意儿啊，圆儿妈妈说的，明天早晨啊，就这个咱就不用干二哥哥留了啊，就拌点那个吃就行了。这些来，三二一，哥啊，来吧，收拾桌子吧。吃完了之后啊，哎呀妈，欢迎周儿姐。
啊，感谢朱文姐啊。哎，这些呢，哎，翻过来啊，哎，掉个再继续收拾啊。二哥哥他很少收拾桌子呀，啊，收拾干净的啊。那三公主啊，三公主愿意收桌子呀，俊俊愿意收桌子，这俩吃货呀啊。哈哈，一般太逗了，是不是啊？啊，说看还是看这娱乐直播间行啊，不卖货也不卖啥的，不卖货呀，啊，哎，也不什么呀，啊，是不是这挺好哈、啊？加粉丝团呗，太逗了，啊，就是做做娱乐了，娱乐效果，大家伙逗逗乐，啊，这是纯天然的直播间，是不是、啊？啊，纯天然直播间让你们哎开心快乐啊，哎过的时间过时间快，对不对？啊，哎，是不是、啊、时间过得飞快？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啊！哎妈，欢迎鹅鹅老二呢，二哥哥又自己下楼了吗？对的，哎呀妈，欢迎鹅鹅姥姥，俊俊呢？欢迎鹅鹅姥姥。好，停，哎，咔，哎，好，停，哎，然后俊俊，啊，俊俊别看他叫我啊，但是他也有可爱之处，是不是？啊，但是该罚他罚他啊，该给他吃给，不能差人家吃的，不能差人营养，是不是胖大三胖子？那俊俊啊，三爸还没找呢，还没找啥呀？啊，哎呀，这啊，三爸啊，三爸喂三妈，三公主对收，哎，三公主收着，三公主啊，收，哎，点啊，地下就点是不是啊？啊，多好呢，屋里头啊，屋里头暖和的，凉快的，啊，屋里头晒太阳多好。啊，从早晨啊就开始进来太阳，到那儿一直你看看，一直到这里。啊，这会儿他们不叫唤，啊，不叫唤了之后吧，啊，不叫唤之后我就把窗户开开，啊，窗台嘛，化冻喽，化喽，化冻了呢，啊，大雪纷飞呀，啊。你看，冬天这个就不能用了呗，是不是？他们还得开窗呢。去年冬天他们在这屋里头，啊，哎妈，感谢圆圆，感谢那个，感谢鹅鹅，谢谢鹅鹅姥姥啊，啊，感谢鹅鹅姥。去年他们啊开窗户啊开了一冬呢，啊，哎，来，啊。鹅姥姥捡了一块鸡肉，啊，哎，怎么怼他三姨呢？啊，哎，这吃货老怕的，鸡肉干，鹅姥姥给他，轻点叫啊！你看看，都吹着裤子上了，鸡肉干一撕呀，啊，哎，看看他，哎。停，都给吹了啊！秋干赶的什么飘青，赶的鹅毛了。俊俊一叫我都能吹我嘴里啊！哎，狗脸呢？狗脸吗？这啊？哎，啊！周文姐中午好，云姐中午好，中午好啊！小爸赶紧找个媳妇吧啊！哎呀。三爸都出家了，当和尚了啊！三爸都已经当出家了，狗脸啊！哎，鹅姥姥给的啊，鹅姥姥这块给谁吃的？啊，二哥哥留两块，给二哥哥留两块啊！哎，完之后，哎，给他俩分点，是不是？小干部都有啊？哎，
这块鹅姥姥先给啊，谁吃？给俊俊啊，俊俊，哎，你别老叼筷子呀，急。这块鹅姥姥给谁吃呢？啊，鹅姥姥这块给三公主吧，啊，哎，这块是周儿姐给的，啊，周儿姐这块给谁吃呢？啊，俊俊吃啊，哎，这块给谁吃呢？给周儿姐啊，这块给谁？给三宝啊，哎，周儿姐给的啊，这块呢，周儿姐给谁呢？给俊俊啊，俊俊宝宝啊。这块呢是那个云妈妈给的啊，哎，狗脸呢？狗脸趴下趴下，啊，狗脸趴着，定放下，把那定放下，哎，定放下，哎，哎，啊，这块给谁吃呢？这块给哎，啊，你把你那个瘦狗定放下啊，哎，撅着定那个糊弄老爷呢，糊弄，哎，是，哎呀妈，欢迎，哎呀妈呀，感谢贝尔啊。哎，这个是云妈妈给的啊，云妈妈给谁吃？云妈妈给三宝吃啊。哎，这是云姥姥给的啊，云姥姥给俊俊吃啊。贝尔姥姥来了啊，哎，啊，贝尔姥姥来了，哎，这贝尔姥姥救助站啊，专门救助狗的。哎，完了之后，狗脸呢？哎，啊，吃饱了别糊弄爹。哎，有吃的，什么时候有吃的？他俩什么时候听话？啊、哦，哎，你看看他，就是听话，哎，啊，就是为了这口吃的啊，听话，啊，俊俊吃呀、啊，俊俊吃了，啊，贝尔姥姥吧，这块给谁吃呀、啊？贝尔姥姥也带来点鸡肉啊，哎，给谁吃这块啊？贝尔姥姥，我看看给谁吃呢？啊，贝尔姥姥这块给啊，哎，三公主吧，啊，先给三公主。哎，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啊，三公主干妈呀，当人家四五年干妈了。这块呢，哎，给俊俊姥姥啊，哎，不是俊俊，贝尔姥姥给俊俊啊，哎，好，整懵了。这两块呢，给二哥哥留的，二哥哥上厕所的啊，哎，看管他啊，人自己上厕所啊，下面有冰啊，一吃一滑的啊，你看管他。哎，这块呢给谁吃呢？哎，给三宝宝吧，可认真了啊！三宝宝人家活的啊，可认真了，就是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啊，人都活的真的啊！你看看他，你看就是认真劲儿的，哎啊哎，吃完喝完了啊，三宝宝认真有三件事：一，认真睡觉；二，哎，认真吃。啊，但是人吃情况下人不争不抢啊，哎呀，争啊抢啊，哎，抢啊打呀闹啊，没有的啊，为了吃，你给吃就吃，不给吃呢啊，这块呢给啊，哎，可是你看这块给俊俊，哎，你看一说给俊俊，你嘴一舔啊，瞅半天了，哎，你看啊，哎，瞅半天了，你说的啊，这块给谁吃呢啊？给俊俊，哎，你看他脑袋往边上一斜，哎，自己舔一舔嘴啊，哎，拉倒了。哎，你给我就吃，不给拉倒。你看看，哎，我就瞅，哎，啊、哦，哎，还没长大似的，像小狗似的，哎，小时候这样式啊，长大这样，哎，啊，眉毛跳舞，哎，呵呵来，哎，三宝宝啊，哎，一张嘴，三宝宝一张嘴啊，嘴哇，啊，那口水老多了，这些是给二哥哥的了啊，哎，是不是啊？哎，咱就不学嘛了啊，就不搁这盯着瞅了。啊，瞅瞅瞅瞅，那小狗眼都啊，瞅瞅都先瞅你嘴里去了。这个给二哥哥留点吧。啊，哎，就搁这给二哥哥的，你没听懂啊？二哥哥下楼了，这给二哥哥的留的，还搁这瞅。啊，你说你瞅吧，我看你眼睛巴巴，还不好意思不给。啊，哎，你说给吧。哎，二哥哥没啥吃的，不给吧？哎，你搁这可怜巴巴，哎，就搁这瞅，啊，你看，呵呵，哎呀妈呀，感谢，哎呀妈，感谢贝尔，啊，谢谢女神贝尔呀，啊，感谢贝尔女神，哎呀妈，感谢贝尔，啊，谢谢女神贝尔呀，啊，感谢贝尔女神。啊，谢谢啊
哎呀妈，该这双眼皮啊，双大双眼，小时候人家双眼皮啊，你看看，人卡姿兰大双眼皮的啊，看看呢，这边这个双眼皮啊，哎，就是那个搁那个屠龙刀砍的，这边这个双眼啊，这都双眼皮，是不是啊？你看看，啊，多可爱！感谢感谢贝尔啊送的浪漫花车，哎呀妈，感谢大姐啊，云姐你好，云姐你好啊。您你好，一会儿别收拾桌子吃了，啊，别收拾桌子吃了，收拾吧，收拾桌子，啊，哎，收拾收拾桌子呗，来，好，收拾桌子，你给二格格留点，啊，给二格格留点，哎，好，这有点脏，啊，一会儿别再收拾桌子给吃了，啊，二格格回来是不是？哎，好，啊，这急眼，他妈感谢贝尔送的浪漫花车，哎，好。没了，这会儿没了，哎，狗脸的，啊，不聊你了，你看色儿不理你，那狗脸的，啊，哎，当时可有正事儿的人家啊，没有了，还狗脸啥狗脸的，狗脸变银脸的，啊，浪那个大狗脸的，啊，来狗脸狗脸的。狗脸来，狗脸趴这儿啊！吃完就打出子，卸磨就上去，闷得乎的。哎，看着是不是可听话了，可听我话了？你看看，啊，有吃的听你话啊，没吃的话，我说话连放狗屁都不如。来，狗脸的，狗脸的，那狗脸。你看看，像没那回事似的。你看看呢，啊，眼睛大，眼睛大有什么用？眼睛大，眼大不听话了，那狗脸过来趴的呀，趴趴趴趴下，趴趴了。那狗脸过来趴的，那可爱样呢。狗脸过来了，不过来送狗碗了，送狗碗了，不过来揍了，过来狗脸的。看过他大双眼皮，大双眼皮有什么用？大双眼皮不听话了，狗脸没了啊！让你们嘚瑟啊！来，哎，来狗脸的，狗脸的，哎，狗脸啊，哎，哎呦我的妈啊！好使，哎，就不给你们，不听我的吗？你这是二格格的，我拿借个二格格借一借啊！哎。看看呢，嗯，没有好吃的，怎么这马上过来了？啊，什么时候能见到六六啊？六六跟哪家六六？啊，六六，哎呀妈呀，我昨天前天回去了，看见六六，啊，看见六六了，好想六六啊！啊，那就给你那什么，啊，哪天回家看看？啊，六六4岁了，4岁还没生宝宝，还大姑娘呢。啊，六六是大姑娘的，你看看她，啊，没有好吃的谁去啊？那呗，多现实，没有好吃的来不来了？啊，那没有好吃的，是不是？啊，看看那，我把那个豆啊，我把这个豆也冻上，这玩意儿你看看，啊，这就放在你看看啊。就这，那我拿，就那大饼子啊，大饼子我买回来之后呢，那么呢，我就给他们冻上的，冻上之后吧，啊，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我就给他们溜，这玩意儿我跟你说都给它冻上，他妈这空了，他妈溜空了，啥也没有了，啊，我把这个给它装袋里，装袋里头，啊。这个，嗯，这个，啊，看看，能动的呀，我都给它们冻上。啊，这个得冻上的，一会儿装袋冻上的。这个也给它冻上的。哎，冻完之后，你吃多少？感谢，哎呀妈呀！
感谢贝尔，妈，谢谢贝尔啊，贝尔啊，咱不那啥了啊，不送了啊，想溜溜了是不是？啊啊，我一会儿那个大饼子往边上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完了之后呢，啊，这个冻，你看啊，冻完之后，你看你现吃的时候，你还敢拿出来一画，啊，可新鲜了，啊，可新鲜了。冻完之后，你看你现吃的时候，你还敢拿出来一画，啊，可新鲜了。